给怪兽三个球球，再给奥特曼三个球球，你们两个现在就来比赛，谁能投中100分，谁就可以当我小白雪的哥哥了。哼，我怪兽要先来，我一定要成功，我要当小白雪的哥哥。只要我当上了小白雪的哥哥，我每天都要欺负他，还要让他给我做饭、洗臭袜子。我一定会投中100分的，我现在就来投喽！嘿，我的天哪，怎么投偏了呢？没有关系，还有两个球呢，我再来投一个黄色的。我嘿，哎呦我的天呀，怎么这又失败了呀？没有关系，我还有一个球呢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投中100分的。我嘿，真是气死我了，怎么全失败了呀？这回到我奥特曼了，我一定要成功当上小白雪的哥哥，我可是正义的使者呢。只要我当上小白雪的哥哥，我要保护他，给他买好吃的。哼，奥特曼，你别幸灾乐祸了，我都没有成功，你也不会成功的。谁说的？臭怪兽，我现在就要开始投了。我嘿，嗯，怎么也没成功呀？哈哈，我就说嘛，我怪兽没有成功，你也不会成功的。哼，我这里还有两个球呢，我要继续来投喽。我嘿，哎呀，啊，怎么又没有成功呀？哈哈，你还剩最后一颗球了，你也会和我一样失败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快来给我加加油、助助力，我还剩最后一颗球了，我一定要成功。投中中间的100分，我要来数1、2、3，开始投了，1、2、3，嘿，哇，快看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可以当小白雪的哥哥了。